今年的广东歌究竟最多人唱的是哪一首？原来是他、哦、想不到一个不经意的落榜，引来连番网上的激烈讨论。话说 MC 张天赋的新歌《记忆棉》在商台叱咤乐坛流行903专业推介中本来占据十大，但是呢突然之间在新一期的排名当中突然间跌出榜外。更有乐迷发现原来这首歌的播放率是足以停留在榜上的，结果惹来众说纷纭。无巧不成话， Hong Kong Singer Channel 举办的第三届 I Love Canton Pop 我唱这些广东歌歌唱比赛前日就已经截止了。我们整理报名表的时候发现，原来2021年歌曲组别当中有一首歌曲一枝独秀，成为最多人唱的参赛歌曲，究竟是哪首呢？原来正正就是 MC 张天赋的《记忆棉》，远远抛离另外两大高选的歌曲，包括有郑欣宜的《先哭为敬》和张敬轩的《俏郎君》。有关叱咤榜的讨论我们没有参与其中，也都不愿置评，但是看到自己举办的歌唱比赛 MC 张天赋的《记忆棉》实在成为今年最多人的喜爱，也都最多人唱。原来民心才是最好的评分，实力就是最好的奖项啦。 MC 你要加油啊，参赛者更加要加油啊。